欢迎各位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英超第十一轮赛事里边，近况颓势的曼联作客富咸以1-0胜出。在 TNT Sport 参与解说的曼联名宿里奥费电南，听到了自己对于今季曼联新换可即隆特的睇法。里奥费电南就话：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和坦哈格去讨论可即隆特，因为他投资了一位我哋到目前为止都未睇到最好表现的球员。可即隆特最好的优势我哋仲未睇到，因为球队仲未发挥他最好的优势。坦哈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讲：我哋希望好似可即隆特和拉舒福特咁样能够打反击的球员，能够踢得更直接一啲。现时他哋太多拉边的情况，比赛的质量亦都远远未够好嘅。拉舒福特在今季踢了10场英超赛事，合共上阵了847分钟，只是试过在9月初对阵阿仙奴的时候射入1个入球，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的时间未为曼联取得入球。至于新援何即隆特，亦都踢了8场英超赛事，上阵了572分钟，仍然未取得他在曼联的首个英超入球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记得给 like，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